家好，我是刘佳明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继续我们的 Hungry Shark Evolution 啊。好，来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吃多多的啊啊！赶来海滩玩，赶来海滩玩的人就得给我吃啊！哎，不要咬我！哎，可以这样了吗？啊，等一下你们就看我哈！啊，不要！对啊，我已经买过这个了，以前，而现在就这个啊！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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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啊！快点了！也去那儿。哦！哎，找到你了哈！吃！咬我的人就是要给我吃啊哈！哎，没有位啊，这边。哎呦！啊！啊！咬我啊！啊！等一下！啊！哎，刚才我看到旗鱼啊，叫旗鱼吗？啊，不知道了，什么剑鱼啊？吃，谢谢你吃了我，就走，去哪儿？哦，飞鱼呀、啊！哦，原来这个可以吃啊！哎，那个赌鱼，原来现在这个鲨鱼可以吃那赌鱼了，我都还不知道，难怪刚才我可以吃掉那个有金啊、吃掉还会有钱的那个。啊，吃东西。哎，我操，这边这样多炸弹。嘣一下，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心脏声吗？嘟嘟嘟嘟，这样的声音。吓到矮。哇，吉他。嗯，这里太小了吧？过一个没有地方过了，我怕啊啊啊啊！没有撞到我哈。啊，那个路啊是非常。不要咬我！咬我！我咬你就有！啊啊！跑跑跑跑！耶耶耶！呜呼！走！咬！赚钱！别管。
我不管他。喂，原来有这东西。好。啊！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看。啊，订阅后记得开启旁每次更新的影片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不要咬我！啊，对了，我讲过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所有的，开启旁边的。小铃铛讲三次，我讲两次就够了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，下一集影片。再见。